不是，这个我很久没玩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不太熟悉这个关底的技能。而且我一边玩，别一边玩，这个有点那个耽误我的节奏感，你知道吧？这东游戏要节奏的。我看看我的基友，不穿衣服啊？你说他的脖子明显啊，这链子直接就能钻出去的，非得要给自己锁住。等他二段 Q 的，你把 Q 交了，我就上。来，插眼平 A，平 A E，链儿，跑了。他升了，我们也升了。给你个嘴巴子！他要升了，哎，先 Q 他一下。一过来，一回去，死了。嘿嘿，矛盾。我的炮车。你说我们组什么技能呢？我们还是组 W 吧。不急啊，我们这有小饼干儿。你以为我没有蓝？其实我的蓝有很多，够我打一套技能的。打个眼儿的，这塞拉斯新版本出什么玩意儿了啊？先吃个小饼干 Q 一下，大面具推推棒 ，Q 一下，一过来，链儿，假装打不过，吃饼干一个掏 ，Q 一下，回家了。蓝炼汉的苦楚会不会有点脆呀？对线的瑞文先出个这个吧，太脆了，要不？可是我很不喜欢。控制下 Q 的位置。Q 的位置还能控制，
哦，早说呀！一过来，掏，抠，别着急啊，这狼人一走，一走开大招，一回来点烟，啪，吃个饼干，想杀我，你可以试一试，掏。W 一链回来，哎呦哇，这狼人，哎呀，我闪现一走好了，闪现回头掏一走，而且那个没整好，那个恐惧没多好，上去把恐惧给撞了。差一点点时间，你知道吧？我感觉他快没了，我就移回去了。他正好给我恐惧了。欲有剑圣，必先破坏。你到底要干哈？一平 A 掏链抠，插个眼儿。一过来链儿，哎呀，掏，抠一下，一走，一过来，掏，抠。付什么呢？嗯，哎，无所谓了，扣一对点吧，吃个药，一走一回来，感觉差不多能杀了呀，这瑞文。掏。抠一下链儿，点燃闪现，再见。这片地方是我的。狼人不会又来了吧？吃个塔皮，我们溜。这个皮孩好像可以等一等，我们等一个皮孩啊。从今往后再也没有国王，没有。好像又有点小裂了呀，我这一看呢，是不是又小裂了？
狼也要无敌了呀。这狼人一看就是要打这个去，我们找找他去啊，瞅一眼。哎，没打，插个眼儿来。扣一下。一掏链儿。还死刑宣告呢，一过来一回来掏 W 开大 A 刷，哎 AQ 掏一下，一回来刷扣一下掏，哎呦我太猛了。因祸得福了。面具是捡西地吧？啊，推对棒呢？那推对棒怎么没有呢？加了推推棒是法术穿透，那还是面具吧，还是蓝炼汉的折磨会好一点。折磨法师之靴呀，不法师之靴了，这把水银之靴咱再配个这个杀人戒指，好像有点无敌了啊，好像有点无敌了。他们都没啥魔抗，我先逮谁谁死。一下链过来，与他们对峙，再送他们上路。他死，真是有点无敌了，兄弟们。一血塔谁的呀？一血塔还是我的？我操！什么？吉吉国王死了？回家。美甲窃魂卷。哎呀，我先干个冰女去吧。三、二、一，给大一链过来，给大。回家了，不回家，再推一波线儿。
瑞文怎么去下路呢？瑞文，瑞文也可以去下路呗。瑞文，我到了，先杀鱿鱼啊！这波多学一级链，杀鱿鱼来，鱿鱼有蓝 buff。这鱿鱼的蓝 buff 被拿走了，我挺难受啊。链儿，一看这轮着吧，就不想回家。帮队友把下路给拆了。回家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无敌啊！血统越是高贵，味道就越甜美。哎，我手好疼，怎么办？我右手好痛，骨头疼。我感觉是鼠标摁的时间有点长了。扫一下，一下一过来，炮炮大。ADC 在哪里？往右边走一下啊！这边月塔好像不太行，咱们在这等一会儿啊，看看有没有哪个倒霉蛋要过来。把中路塔拆了。来，狼人一过来，闪现！哎呦我，这狼人是真他娘的肉啊！不杀的狼也好，有意太幼了，不好杀呀。啊，呀，死光了，怎么死光了呢兄弟们？好像轮着妈有点厉害啊。从现在开始我们一次不死。走，打小龙去。我是侏罗和羔羊。先吃个药。一下链过来 ，A 掏 ，Q 炮大，滋啦！打小龙，他不敢上，没事。等一下啊，先杀鱿鱼，一下链 A 掏掏，这怎么没有人头呢？这
打小龙，不是打小龙啊，打个蓝。别追了，别追了，狼人活了。回家出装备去。先出乌妖还是先出沙漏呢？出乌妖，出个屁沙漏！给我虚区高起来，一个小破轮子，妈，这英雄一点用都没有，根本不怕，练住就死。没事，没有人敢过来杀我。找一下，我们偷个兵底大吧。小心左边啊！大龙啊，大龙，其实可以小尝试一手。等一下，鱿鱼，鱿鱼好像来了啊！一下链过来 ，AW 给大，大自己，闪现走，给视野掏。Q A E 过来，链儿做平 A， 吃药回头掏 ，A 一下 ，Q 一下往后拉 ，E 一下链儿做，给我打大龙，啊，吃个药啊。还行吧，啊，偷瑞文的大有什么用啊？偷瑞文的大就跟一样呗，就甩 AP 加成呗。我一套能秒他。别着急啊，嗯，来掏 W 一过来 A Q A 甩，给个蓝。走回家，从来都要比规矩快上一步。3800有点贵呀、啊、这么的吧，咱先来个沙漏子，搞个大棒。走，打个小龙去。把小龙拿了。
偷个大吧。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，三秒一个链，四秒一个 W， 五秒一个 Q。哎呀，手好痛！欲有剑圣，必先破。这鱿鱼可挺骚啊！这鱿鱼，算了，先不跟他们打了。我们也不狼，哎。我说实话，谁还真就别装啊！谁也别装，谁要敢装，我这脾气上来，我连我自己都打。我跟你说，别惹我，扫一下。对，就是旁边人有点多，我都不敢上。哎，这有个小哈士奇，我过来，一过来 W 掏链，平 A Q 给大，掏 A E A 链。打红，可以推中。这是塞拉斯，没见过吧？他冰点大招是真好用啊，其他人的大都不好用，一 Q。下路推，兄弟们，不是 ADC 怒不敢言。你说一个劲要这大有啥用？不是要这红，给我来，一过来给大链 Q 一下。轮着妈是开大过来的吧，咱也不越啊，这塔叮闪现开大 AW 掏 AE 链 Q 一下点燃掏 A 一走一回来死了啊，说个猫子。为什么是我扛塔呀？那黄人怎么不扛呢？就是。哼，不越塔。我因为我有钉，我就越一手呗。我试试看，我钉一手回来，掏一手回满了。鱿鱼死了。哎，问个问题啊，如果潘森就是放了 E， 你看啊，比如说我现在放 E， 那轮着妈的 Q 是这样这样的，他不是还回来打一下吗？那到底掉不掉血呢？是编呢，是练着。掉血啊！我给你们打个闪电五连鞭吧。嗯，来，一过来 ，R 上去，一鞭、两鞭、三鞭、四鞭、五鞭，我杀，兄弟们！这波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，又工具人了。
买个小药吧，又充当了一波工具人，又是队友都收，我们死，死就死吧。我再杀一个呀！哎呀，那不随便杀吗？那黄子都去打小龙去了。下把咱来把狼人吧，我看这狼人挺厉害的。牧人没有羊群，就成了空有一根。我下就杀一个啊！好像不行。链一边两边三边四边五边，一边没边上，兄弟这就飞了。一边滋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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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边三边四边五边，嗯，一边两边三边点燃。一边投降了。